接着下来，我们来看看妈妈，来欢迎心怡。买什么？买什么？都是那样的吗？买什么？也没有，但我觉得我买到的我非常喜欢，所以我今天就穿上身了。对，我觉得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看。因为我觉得这件真的很可爱，然后它就是有点柔美的感觉，但又不会觉得很情色。嗯，它其实里面它就是一个细肩带的，但因为我里面有内衣，所以不方便脱给大家看。它很厉害的是，它旁边，因为刚好我是腰比较宽的人，所以我屁股大，原身的话，你知道侧面要看起来是。感觉 OK 的真的很难，对，可是这件就我觉得就还不错，所以我上面就搭了一个短版的，让它看起来还是有腰身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因为搭一个短版，你就而且你会觉得它的腰线提高，对，就感觉我的腰以下是腿的。我懂老师的明白，就是它外套的那件对的长，然后宽它的里面那些一点点圆那个。元素就像树林讲的，对，放一短一点，宽一点，就会显得你的腰很细，对，而且它，就是今年我们刚刚有讲到冷白跟暖白，对不对？你会发现，刚刚树林也有搭配它的暖白搭冷白的裤子，对，然后它这时候就是暖白的外套内搭，冷白的细肩带，对，洋装，其实这种混搭也是今年蛮流行的，是哦，就可以调和一下那种距离感，整个感觉，对，然后我还有，当然就是。我原本很喜欢穿的大概就是像这样子的衣服，因为我的身材关系我只能穿这种散状洋装，就是 A line 的，因为我这边胖嘛，那我不能把那个焦点聚集在这边，所以我要让它散出去。如果像这种的话，我自己在家也会搭像这样子短版的小可爱在外面，就是很好搭。然后呢，昨天啊，还有我自己这一件我也很喜欢，像这一件就是也是有蕾丝的感觉的，然后也是红女生，就是对，这件很漂亮，会透吗？这件会透吗？你说透应该不会，想要兜里穿看不到，因为它里面是有薄衬垫的，对，但它没有那种胸垫，但它是有薄衬垫，所以它不会透，所以你看不到点。OK， 那算了。再来就是，如果我在外面看到一般的鱼尾子，它就只有这样子，可是你看它的切割跟剪裁，会让你不会把整个 focus 放在你的这中间很宽的上面，在你就是它吊在那边看跟。穿起来不一样，你知道它这件裙子，你无论上面搭白的或者任何颜色都好合理。我搭香奈儿可以吗？可以，超级真超级合理。我可以现场试穿吗？现场可以。你需要去后面吗？不需要。里面 OK OK。先问一下摄影大哥的意见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们都是我看他们长大的，松紧带。哎，松紧带啊，对啊，对，它是松紧带的，就 one size。对，昨天有真的，我有看到这一件，你是啊，对，那我也可以穿吗？对啊，那我也要买。我这个臀这么宽了，都可以穿回去。没减八成就我们先试穿没关系，我们先试穿。好看，我也在找这样的裙子，好棒，好浪漫，而且真的它的料子好，对，舒服哎，而且平常我们这种很像棉质的材质，你坐了大概是站起来这边都就会有印，对，它就是坐了站起来还不会，对，所以重点不会在我的小腹上面，它整个切割掉所有的你会在意的焦点，就其实好好看，它是凉感，它是凉感的，它应该说对，它是那个亲肤凉感，对，必须讲，我这里有觉得凉凉的，对，因为今年不是很流行那种鱼尾裙吗？对，这个就是对那个。肚子啊，或者臀部比较大，女生很友善的鱼尾，就是友善裙。那因为你露出来的鱼尾就是在下面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一边又不会像真正的鱼尾那么合身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很舒服。就是哎，你坐还可以坐，翘脚还可以翘，自在。对，不会一起来就全部都皱，然后你穿上就很有负担。对，我觉得这样配很好看。对。真的吗？真的很好看，而且你看你夏季你要去度假海边，跟家人只是去散个步都很舒服，又很凉，而且我很推荐上班女生买这个。现在你在办公室很热的时候，在那边哦。舒服，而且穿这个比较不容易尿到眼哈。对，因为尿到眼是你憋尿。没有，因为夏天你如果穿很紧的牛仔裤，很容易会尿到眼，真的，而且又好搭，重点是可以修饰你的臀部，我觉得超值得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昨天我怎么搭这件上衣，我是用这个搭它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好像很为什么那种层层叠叠？我跟你讲。
穿上去超合理的，对，而且还会显得你这边很瘦，这边很瘦。该不要现场穿吧？哦，好，我只是说，因为他这件是两件事，还是说你给兜里加现场穿？他买兜里好，兜里会，可以哦，可以。那件上衣兜里可以现在套。反而我觉得有层次。其实小背心的功用就是跟他穿外套功用一样，就是把他的腰线又可以拉高。哦，好好看哦，很好看，但是可以，你穿比我好看。哎，好像这个长度不管对啊，小背心对，因为它的下摆是不规则的，好看，对，是不是很合理？鲜很鲜，很鲜，可以。这是刚好 model， 是一价值，通胀。然后其实像少女的话，你就可以像那个素玲一样，里面的背心不要穿到下面，就可以穿一个露腰的背心，这样子一截的就好了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露一点腰，然后背心就是外面外罩的背心，就像 T 恤一样，有点宽宽的，其实就更显腰瘦。对，嗯，然后。当然还有，就是我一定要讲，像我自己还有自己，对自己还有这件裙子，我告诉你，拉拉队的裤裙吧，它本来就正常裙，而且它是空气感，它也是很凉快。重点是它的材质很挺，所以你上面穿它材质就是洗衣服的那个套，对，洗衣网有一点像加了很多层厚的感觉，然后对，环保材质。你知道像这种衣服，我真的以前都一定得送洗，所以对我来讲就是。它虽然好看，可是它一弄脏什么就很麻烦，超烦。然后还有我要介绍我女儿的衣服，我女儿好可爱，所以小公主我自己可以不好看，可是她一定不能不好看。然后我要给大家看，这是就是我们生儿子的遗憾，我生到一个了，好可爱。就是这件就是玩洋娃娃的概念，没关系，他们两个也可以让你玩。做芭比啊，这件也推荐。对啊，人体芭比在这边。对，好可爱。上个月他生日嘛，然后他就是一连好几天，然后我都会说你快去换这一件，然后妈妈帮你拍照，然后他就觉得很开心，他就你知道把自己就是过得像小公主。但我觉得因为小女生，你就这几年可以让他玩。那你穿那一件的时候，就像温翠萍借那个。他的外套，一组的，对，一组的，超爱任何 bling bling， 然后小朋友都喜欢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件也是超可爱，这件墨黄啊，哎，我不知道，其实买的时候它是全白的，然后它这边有削肩，所以它看起来虽然肉肉的，它穿这件就会比较显瘦，因为它流汗没有马上洗。这件不是，没有没有，其实对，那个刺绣是刺绣的，对对对，它的照片没有啊，照片是白的，照片很白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放了一阵，而且我们是立刻都洗，所以我觉得你知道有时候很麻烦，因为有时候是对小朋友的，然后汉字或者是弄脏，我都觉得哎，我实在很困扰。穿白色衣，像我对，像我这一套也是，我就是可能没有立刻洗啊，或者是说等了一下，你看它后面都会有一点汗渍，可是你看它明明就很干净，那个超难洗的，对，这边对啊，所以就觉得哇，它是不是要全漂白它才能变白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现在。浓艳多姿或是纯净淡雅，你的美都让多重宇宙更耀眼。2023粉美赏投票告诉我们是什么让你的宇宙这么美。